火鸡面啊，10元一位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。哦，哎，这有个大爷，大爷的钱可好赚。大爷，大爷，怎么了？大爷，我们小店呀有活动，自助火鸡面10块钱一位，你要不要尝一尝？不，不行，我年纪大了，吃不了这些东西。你就尝一尝吧，很便宜的。那好吧，我就要一碗了。好嘞，给。老板，你这面味道还不错，再给我来一碗。嗯，我的面呀必须好吃，来。哇哦，不错呀。今天早上吃的有些饱，实在吃不下了，太可惜了。大爷，你可是整整吃了这么10碗呀，这个是魔鬼爆辣火鸡面，你不辣吗？哎呀，这不算什么，我年轻的时候可是能吃整整50碗饭的，更别说辣椒了，那就当成主食吃呢。哎，可惜啊，现在老了。哦，是吗？今天我也吃饱了，我明天再来，明天我一定要吃够20碗。还来？不行，我必须得想个办法，不然我明天就赔惨了。来，自助火鸡面10块钱了啊！老板，我怎么一过来你就把这牌子给换了呀？你这说的是哪里的话？我这店里的活动结束了，我肯定要换牌子呀。10块钱一碗，你吃不吃？10块钱一碗，那20碗就是200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回家煮方便面吧。小样，我还治不了你了。来，自助火鸡面10块钱一位了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